大家好，我是蓝烟，欢迎收看蓝烟解说三国杀国战，赶紧看吧。然后每天都搞得这么晚，实在是自己都有点过意不去了。然后我们当然废话要说啊，录像也还是要看，我们三七八去杜小唐，我们选拆迁盖。那选拆迁盖，你前期就要藏好，然后防御要好，你就说你前期要把自己的防御给建立。你如果没防御没血，你到后期你想拆迁的话没资本。黄玉英开始闹，你吃菜吗？还真吃菜，菜有必要没必要？我倒觉得你这黄玉英你这个典型的莽汉女汉子，一言不合就把自己不但翻面，而且把自己副将给吃掉了。当然我觉得黄玉英不吃的话，可能不在后面更加会搅你的局面。与其说让独裁来搅局，还不如长痛不如短痛，直接吃了得了。这个也是，确实我觉得黄玉英是需要，我们打牌有时候也需要黄玉英那一种气魄。但是黄玉英这手链上来开始忙，然后最后吃菜，这种是不值得的。如果到中后期呢，独裁老在那里和你过不去，你就干脆吃菜。三号位开始浪一下，火攻一下。四号位稍微放一个南蛮，这看样子没什么魏国。还有黄玉英和小诸葛，黄玉英和小诸葛的话还能爆发。这给别人打五线好人，八号位给自己打五线，不叫给别人打五线。黄玉英你就自己保重了。顺加一码的话，我倒不如行吧。其实是什么都无关紧要了，对黄玉英来说，这马腾，这群雄赶紧亮，你领工资了，再不领工资，马老板又带着自己的工资和小姨子也走了。马腾绝对不会亮一轮之后，绝对不会说再拖第二轮。等不起，这怎么可能等起？等着自己，都要没命了。然后我们弃马、弃酒和伞，不要弃绝道和乐不思蜀。弃酒和伞，弃乐不思蜀和绝道，这个就容易让别人引起误会。像马腾他立马给你贴兵了。当然，马腾给咱们贴兵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你如果是群，你肯定随便找个人乐，或者说要找黄玉英乐，毕竟黄玉英和群雄这是深仇大恨的，上来直接把菜吃了。所以咱们就不应该说去丢乐不思蜀，你去散喝酒不表身份。然后马腾果断是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自己都没得玩了。这一波打输出的话，我估计黄玉英要去呢。等马腾一开工资，然后我们选择了卖，打黑沙，打红沙，以红沙进行灌师傅比较好。所以有时候单挑这个人王盾比八卦好用，明显排队黑沙比红沙要多。然后那里暗将开始跳，那暗将看上去比较像鼠，这个时候吕布死了就死了吧，咱们反正他也不是咱们队友，我们吃个桃过了。然后可以弃闪，不要老弃这种火攻啊，这种弃出容易跳身份的。这离间是什么水平？怎么叫吕布先出杀？然后还长脚，完了，这下真完了，这出了四个，
前面独裁死了之后还有三个群，这个牌就比较难打。那马腾这工资确实是开亏的，但是群雄都不敢亮。当然群雄要亮的话，他如果挨个亮的话怎么也会亮。这还有驼子，然后我们这没法藏了，就只能亮。然后排队只剩一张牌了。然后拆完之后开桃园结印，然后洗牌呢，没有连弩呢，向你开炮。但是我们有那个，把它全部拆光，先开桃园结印啊。到时候他不拆的话，拆你的牌呢。趁着他们还没掉血，开桃园结印啊。哦，白银又来了，这没得说啊，怎么什么牌哎，两个蓝蛮，开桃园结印，望着你都急啊，真的望着你都，哦，那你华佗已经掉血了，所以咱们就没有了。咱们如果有，张角也跟着死了，这大群雄啊，就直接死在甘霖手上了。啊，魏国赢了那也没法，那魏国赢了我们有什么办法？然后把那个。嗯，我们不乐了，不乐也行吧，可以考虑乐一下啥会，免得他是另外一方势力。孙杰估计调查投降了，我们实在不行就不要拖那个拖不队友后腿啊，乐住。所谓不拖队友后腿，就是我们自杀神技。孙杰和吕蒙。孙杰和吕蒙的基本都是跟着黄盖和甘霖躺赢的，一拆一杀。不要以为你们群雄很强，人多牌多，在甘霖面前立马拆了个遍。当然我们这个属于人品比他们略微好。当时我们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，等咱们出牌的时候，这里是十张牌。我当时那他们丢了蓝蛮，我们白银拆完之后一回来呢。所以啊，怎么能翻盘注定啊，还是在藏好。所以那个决斗其实不应该扔的，如果咱们留着决斗可以多打一点输出。九的话相当于多过了两张牌。这一盘选马腾和双头啊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大国，咱们来爽一下，然后不停的在秀皮肤啊。这叫可耻啊！李典上来开始疯啊，然后我们挂连弩好像没必要吧？可以藏手上把冰凉给扔掉，或者把五谷风灯给扔掉。这个五号位来拆咱们连弩，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了。如果你不挂连弩，他来拆你，但有可能说他相位。九上。想多了，跟李典熏搞不到神，是跳位啊！后卫你这跳位跳得太明显了，八号位也是跳位，这直接大魏国呢。你说七号位和八号位为什么敢那么搞？不就因为你是电视魏国吗？还无限，没得玩的吧？然后黄云云比人大把的紧了。黄云和老诸葛估计是上回合囤的紧啊，等你们出来，曹丕啊，在铁锁，也没火攻，没呢。那黄我倒觉得黄云还可以再藏一轮，他可能觉得藏不了了。所谓藏不了，就是因为七号位那里也跳了一个位。不过好像这个魏国并不仅搞了两下就没了。丢牌吧，把五谷扔了，怎么留两黑两红，手牌也只能调整成这样呢。砍吧，砍死他，砍死一个少一个，再果断是确实是在跳位，然后把乐赶紧移开。虽然说曹丕那里有无限并不保险的，这有夏侯渊，我们说另当别论。你又不知道他有夏侯渊。周瑜还有什么牌可以反间吗？
知己知彼，看一下象甲甘宁，那怎么更加就没必要动呢？甘宁留打下甲，甘宁为什么会打下甲？看上去比较像问，或者说甘宁比较阴险啊。我是讲我是庞统，我就不打位了，我就打上甲，上甲明显想坑你。千里行人，赵云要死了，刚说你要死了，原来是我们想多了。如果黄月英再打一点输出的话，咱们是这回合是可以亮的。你不亮的话，也有可能甘宁要那个，然后我们直接亮了双雄，把甘宁给冰了。我们这个时候选择了亮将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亮将还不如亮马腾。你反正是独苗，你亮了颜良，别人指不定要针对你。你亮马腾的话，其实没有颜良这么高的嘲讽啊。看你们打得这么欢，多打一点是吧？我们留了两个南蛮在这里，不救你愿意死就死了啊。神树一神树二更好，你反正拿了牌也不能再用，结果想多了。看黄云英吧，黄云英能搞出什么事情？我们这个就不太好了。我说的这个不太好，就是如果你亮马腾，他绝对会远程进攻给你，你相当于多一张牌吧。也不叫绝对啊，这个他不知道五号位是个暗将，然后我们。救吧，我们救一下。如果他返回来，咱们是有收益的。就算不返回来，也相当于咱们扛了一刀。结果这周瑜怎么是什么骚手，居然搞了一个乐不思蜀啊！然后咱们你就乐不思蜀啊！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宇宙无敌的甘宁和小强。你有你的估值什么，我们开始决然后谈吧。我们把大黑鲨够了谈，那也不谈，没得谈，一个小乔和甘宁，我们然后挂上连接砍砍砍就完了，就不要找他决斗了。找他决斗，他等一下还激昂随便删了，怎么三张大黑鲨呀？他一张牌一血，必死无疑啊！哦，这个知己知彼还是起作用了。另外，我们就曹丕就那一手啊，学直啊，就是你可能这个亮剑，不知道你们是选择亮颜良，如果说我肯定亮马腾了。亮颜良其实别人，你想有时候亮颜良就和亮大嘴一样，总会被别人针对的。好，我们直接开亮，放南蛮，我们黄月英加祝融，前面关羽抢一个少亮，我们也跟着亮了。两个蜀国打算开团吗？倒不亮。蜀国也确实不太好亮啊，看了就顺。这三号位是蜀，你应该说这个三号位就是很像蜀，或者说四号位你本身就是蜀。然后我们先练黄云燕，吓唬吓唬他们，好歹给你们一点压力。然后我们开始忙吧，反正你亮都亮了，开始忙那三血剑，把刀下了吧，然后火攻一下那三号位，咱们找三血的打，打死就打死，打不死拉倒，还驼子。那这四号位其实数白看着他不是群，然后曹丕呢，曹丕还不亮我一回，然后挂个白银，
然后我们挂雌雄双股剑，不要丈八呢，行吧？目前来说，咱们有雌雄双股剑稍微好一点。甘夫人，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把两张牌都扔掉？你就直接练将练甘夫人，然后吃个桃，给黄玉英补一张牌。你这打的相当于白白扔了一张闪。许褚和超红前面去打招式干嘛？哦，猜都猜不到。好，我们先去弄调戏一下许褚啊。不死，我们一会儿再补个决斗。蓝蛮就暂时不开了吧，免得曹丕把甘夫人给翻了。哦，把后面两个捆起来冰住啊，然后你要不是蓝蛮怎么就不放了，不要为了过了一张牌而过了一张牌，你没事不亮那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们都不客气了。好了，甘夫人要没牌了，结果这甘夫人赶紧双亮啊，还藏什么，那半血摸牌算个减一码。咱有人看上去有人改判曹丕是不是司马，或者说七号位是张角。九杀，哎，冠石符。咱们这里全部是黑。然后七号位终于不能忍了，你干脆你还不如亮了，你藏什么藏？那么喜欢藏？有技能要亮了，不要藏了。啊，这确实是有司马或者张角。又被乐的话，只能等下一轮了。先借我们刀了，不能给这个刀，绝对不能给。等一下他不要拿斧子把甘夫人给灌了。庞统吗？他这个庞统直接开大招呢，庞统开大招，那真的这个没得说啊。然后肯定把黄云英给翻了，你不把黄云英给翻了，等一下你们也崩了。庞统啊，夏侯惇，还是四个位上来被蜀国给撵了一发，打庞统能打死吗？查标卖手，拿年炉去查标呢？有吗？有杀吗？没逃，怎么是救不了呢？诶，那里关羽还出了一个逃。拿走吧，死了就算了。哎，没关系，结果这甘夫人又给关羽补了一张，那关羽逃子倒是多。咱们的机回来了，这个时候就肯定是咱们的机回来了。九杀死了就算了，反正司马的牌该出就出过了，剩下就看我们表演了。一个铁锁肯定是捆了局长和那个局长和夏侯惇砍吧，反正魏延也不许啊。一个铁锁下去就保证他们得跪。先雷杀，没选择先火攻，行吧？哎，点王呀，还救啊？你救啊？你还救啊？去救啊！开南蛮，你真以为我们没牌了？我们只是不想给你知道而已。这是啥？我们给关羽打无限吧，知己知彼呀、啊。这个没逃了就捆自己，把自己给烧了，开始闹。其实这个时候属于过多的动作呢。你就直接把这捆自己烧自己，游戏结束了。估计有时候这王者也确实是想嘚瑟一下，想秀一下，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要秀的时间太长了，秀的时间太长了就会让人觉得你有点做作。然后曹丕离点。好拼你点的，然后点我也吓得这么赶紧把技能点开，免得被盲狙呢。盲远位的闪血，点我看上去好像比较会的样子。
然后亮将兵下甲控住下甲，大魏国给你开团，你亮曹洪呗。所谓你亮曹洪，就是你看一下团灭发动机能不能召唤一下大魏，结果大魏没召唤出来，看上去还召唤了大吴啊。哦，开始推车啊，别推啊，推不动啊。三，我们这个肯定不会卖，况且他带剑呢，还有三件刀，一张杀打两点伤害呀。大乔，大乔就不如典韦了，你那觉得大乔还不如啊，不如入前卫的，然后还升阶，这个打着好像有点那个呢。有点打不过了，你看到一个魏国吗？反正八号魏不是吴啊，结果还加入灰飞烟灭，那这个怎么，这个打无懈的肯定不是吴啊，怎么亮离点呢？这没什么藏的呢，啊，这神牌怎么买了个 A O E 啊？果然开始卖，然后我们。到时候可以把连弩给顺过来，顺了连弩，然后直接开始从那边砍大师。我们就不去拆典韦的兵了，没逃应该。这还独菜，可惜人品不好，这人品。啊，典韦这个时候是怂啊，这个时候还不赶紧的去强袭一下鲁肃。那鲁肃明的没逃了，那怎么可能是逃？我们汪系的就那么肯定加确定他就是逃，行吧？啊，既然这个样，典韦要这么打，那怎么也没法。毕竟主动权掌握在他手里。然后我们赶紧把大桥给翻了，翻了大桥，等下你们都没排出啊。然后香香就。我觉得生活毫无希望，直接自尽了，那是自己是欺骗了自己，不是，也不是生活欺骗了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你也应该要坚强的。典韦就是典型的不会，自己有逃，那你还怂什么？你早就应该去强袭大师的，觉得自己活不了就把逃子留给曹丕，100级果然是经验不足的那一种打法，假话。哦，你这个时候给我们阴魂，给我们，这个你是打傻了吧？然后那这个是怎么也不用管那么多呢，然后去顺手牌，我们就没选择顺手牌。鲁菜，你愿意判悲歌就判吧，反正我们暂时也不杀祝融了，我们去杀4号位。他手上有南蛮，等一下咱们希望能够行杀那个南蛮拿过来，然后死了，等一下就惊天地泣鬼神了，天崩地裂，然后他们都在无老救，都不救都不行了。火锅，还连红桃，怎么没有草花？他不知道咱们没草花，然后管杀还管埋，这两个南蛮，你们都拜拜，不要给。该忘记就忘记吧，反正咱们已经不虚他们了。这么多牌，你应该打死他们妥妥的。赶紧断上草皮呀，断上离点干嘛？直接从这边砍。反正他也不可能是庞统，那边有可能是周泰。这个南蛮放多少回呢？这个有点一开始嘚瑟呢，神策啊，给年轻人一些机会。这典韦你自己越是这种打得不好的，老喜欢在那里逼逼啊，自己都打不好还指挥别人，简直让人贻笑大方啊。咱们最后一盘吧。
选地点和国家，选地点和国家的话，上来，张和你，你想干嘛？开万件怎么就卖吧，反正也没闪，直接开团也试牌，可以全部给张和。毕竟张和可以跳叛逆，打下家，打出孙策就得了把四颗儿子呢。那这个牌弃什么牌好呢？弃两张杀，这个九杀就没必要，这很难打死他的。等一下你，然后打不死开桃园结义。行吧，你愿意开桃园就开桃园吧。那怎么打国家呢？我孙策，我就想问您，为什么打国家呢？那打着打着都打国家吗？你觉得国家那么好杀？咱们也是不怂啊，然后就直接开杀啊，所谓的开杀就是这个前咱们前面不亮的都应该给他标分位，顺手牵羊，第九杀够了。那你前面孙策杀你的时候你就卖呗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这前面孙策既然已经给你，我要是曹丕的话，我肯定卖了。好的，给他吧。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杀了，杀曹丕吧。反正牌不多了，但是我们这杀曹丕风险比较高啊。结果咱们是个牌有点好，所谓的有点好就是来了个南蛮，直接开南蛮，曹丕你愿意卖就卖，不愿意卖的话我们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找别人。忘记在家放逐当补牌，其实也没多少啊。哎，曹操，别说，咱们就卖曹丕，这也真敢，艺高胆大。那是理念不同啊，从后面开始杀吧。好了，等一下有桃心可以接着刷草皮。那还有驼子，那既然有驼子，咱们就不能再忘戏了。再忘戏的话，那就没，那我就当我没说，你还忘戏？这跟别人贾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我说这跟贾诩有什么关系？跟贾诩没点关系。就算贾诩放一个桃子过去，也不会影响整个局势。你说这个时候跟贾诩有什么关系？就算贾诩你自己抢那个五谷里面抢一个桃，你们还不是差点被连弩给拖了吗？明显轮流拖，你这个有什么好讲的？哦。是张甲，我以为是张甲，直接拖着就完了。连传递，给你个人头，给你个头，给你个人头。我曹操几百年没赢过，我们根本没机会。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